I see the light upon your eyes。 大姐，要不要帮帮你？我女儿马上要考高中了，我现在得想办法给她挣学费和生活费。人居委会下通知了，所有车库不让出租了。为啥不让出租啊？人今天就来排查所有车库出租情况。阿姨，我想问一下，您带没带卫生巾呀？你就缺什么？你给爸爸说嘛，什么卫生巾呀，还洗面奶，咱都用得起嘛。那个旅行贴不用了。好东西啊，哎，肯定是我和我媳妇出去旅游忘收拾的，你能用就用，不能用不能。爸，我真的不想去上学了，上学就是花钱。我去街上问的，能找到工作，咱俩一起工作总能把债还清的。你明天必须给我去上学，你要是不去，你看我会怎么收拾你。我有一个问题，在那些我死掉的循环里，我的猫怎么办呀？其实即使我没有进入循环，我还是可以帮你们的，只要你们召唤我，我会相信你们的。其实你们可以喊出我的名字，我立刻就会相信你们。那你叫什么？卢，猫之使徒，哮喘征服者，被光选中的人。一，记好喽，拜拜。爸爸，妈妈，谢谢你们一直保护。我想说，我很爱你们，很幸福，很知足，我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。其实我最大的心愿是让你们也能看到我眼中的世界是多么的精彩。现在他们对于我来说已经不再是普通的陌生人。交警是非常不错的选择，快乐一哥，我现在要去见粉丝，选的就是公交车。哎，你别晃了，现在不能晃，别动不动。教练，哎呀，呼吸很薄弱呀。师傅，你停一下车，有没有谁？师傅，没饭。来家里是来找你的。那个寡妇是麦迪，我背着她跑了这么远的路，是给俺儿子吃的。老伯，小龙说他知道错了，他不应该逃避的，他真的很爱你。Thank you.